好多个情况之下，教父教我都叫我，不如你停一阵啦。我哋等你啊！教父教我叫我停一阵啦，唔好冲得咁快啦。我自己都好挣扎啦，我都唔知应该要停定系继续佢啦。 但系就因为你哋每一个人，我先继续有力量去继续做我一直好想做嘅嘢，完全都系因为你哋。喺我好攰嘅时候啦，每晚翻到屋企，有时未瞓得着啦，对嗰一日自己表现好失望啦。 觉得嗰日工作未如理想啦，有时可能拍剧不在状态啦，我翻到屋企都会，但自己觉得点解唔做好啲，系跟住开电话嘅时候，就会睇到你哋好多 comment 啦，不停同我讲。 要努力啦，要加油啦！同我讲我好叻啦，好多人成日讲话，我浸淫咗喺大家叫我努力到唔记得点样去进步，但系永远爱系大过憎恨嘅。 我呢一年学识咗，其实无时无刻多啲鼓励下你身边嘅人啦，值得定系唔值得，俾多啲爱大家，因为你哋每一位对我嚟讲都系好值得去花时间去同你哋互动啦，花时间去关心你哋啦。 花时间去为你哋继续行落去啦！你哋会唔会同我一齐行落去？送俾大家，多谢教主。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揿埋个钟仔啊！